Hello everyone, this is the China team, Shenzhen team Haikou. I'm skipper 徐金坤。大约两天的时间，我们就能够抵达洛阳的港口了，完成曼谷拉巴子的比赛了。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，我们两次跨大西洋，然后非常的有挑战，也很有难度，很辛苦。然后，但是我们的船只和设备，包括我都经受住了考验，所以这一点特别值得庆幸。我们的船上的状况非常好啊，因为返程的航行，我们采取了一个保守的策略，然后以保护船只的状态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因为对于明年我们还要参加去纽约的比赛，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。如果我们的船只受到严重的损伤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维修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好船的状态。那么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，我们的船现在状况非常的完美。再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到了，心情非常的高兴，很期待能够见到家人，回到温暖的房间，回到一张干燥的床上，这是我最期待的东西。好吧，朋友们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今天海上的天气不错，昨天晚上风非常大，但从明天早上开始新的大风又要来了，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了。多聊天，拜拜。